傅，你慢一点。哎呀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行，慢一点。都撒了一半了，你怎么开车的嘛？你那么着急干嘛呀？着急投胎吗？这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行行，我开慢一点，开慢一点。你会不会开车呀？你驾照是买的吧？真是的，买的饮料还一口没喝呢，一半都没了。你老不跟人家跑了吗？你跑那么快？不是。那你干嘛呀？没完没了了是吗？说话那么难听干嘛？什么叫我老婆跟人跑了呀？您坐我的车，你不应该把东西给拿好了吗？啊，你的东西洒了，我是不是跟你说道歉了，对不起了？那你把我的车洒了一车，你说你不该说点啥吗？你要是技术好的话，他会洒一车吗？这你开车技术不行，还怪别人。行行行，我技术不好，你下去吧，你下去。你指什么指啊？你不要在这指啊！我指你怎么了？各位滚下去。行，我到底要看看是谁下去。啊，我现在在那个出租车上面啊，这个出租车师傅可厉害了，他打我，我都受伤了，我手指头都流血了，他还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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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，并不是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啊，咱这有摄像头啊，从你上车的那一瞬间到现在，咱们一切都记录着的啊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我真的看不下去，你这演技也太差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是的，倒霉的遇到一个不会开车的司机，走了。等一下嘛，你不是打电话吗？等他们过来嘛，着啥急嘛？管得着吗你？哎，您好，西关出行。哎呦我天，这门禁又是男的，这司机又是男。啊，那个，您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我就不想跟你们男的过一辆车，钱知道吗？哎，不是，早知道你是男的，我就取消了。不是，您要是有什么顾虑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您解决。我就是膈应坐跟你男的坐同一辆车，有问题吗？就嫌你们臭，脚臭、口臭，身上有味儿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一单结束之后都会给车内进行通风消毒的，这点您放心。我就嫌怎么了？你看，你看，就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，这是出来开车吗？吓唬人吗？不，您别人身攻击行吗？你干嘛呀？不是，您别人身攻击，你干嘛呀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这话怎么说呢？报你猥亵啊！谁猥亵？我们车内都有摄像头的。我举报你，我们现在就取消。我举报你，我投诉你。我跟你讲，你猥亵我。我怎么现在什么人都有啊？我是问你脚有没有干净，你问你踩那个坐，我的坐垫下面还有客人要坐。你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吧，对一个女生也太没礼貌了吧。女生又怎样，女生就可以踩在我的车的坐垫，是不是车你的，是不是？客人怎么坐是客人的事吧。客人怎么坐，客人可以好好坐，但是你踩到我的坐垫就不对。你凭什么踩在不是你的车的坐垫上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侮辱我？我侮辱你什么？你问我脚干不干净？我问你脏不干净的，你车干不干净的？我的车很干净啊，我的车很干净啊。全部都是霉菌跟那个，我对霉菌过敏呢。哪里有霉菌？你不知道全部都是纯福利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家开医院的了。然后嘞？你不要以为穿这样子，我今天穿这样子出门，我就不是什么没有背景的人了。我只是问一下嘛，如果你的脚干净 ，OK， 我给你踩，问一下也不行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我心情不好。关我屁事！心情不好关我屁事！我他妈开车还要顾你的心情？对。对啊。你先看干不干净啊？先可以看干不干净啊？你不要伸到我脸上。没有没有，你想看干不干净我？我不用那么近看。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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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、okay, okay, 全摆 的, okay, okay, 全摆的不是你现在这是你的要求。啊啊啊！来来来，香不香？好 ，OK。来香不香？香不香？来来来，黑白两道我都手来。干不干净？你今天毁掉一个人的情绪，你知道你造了多少的业障吗？尤其是当一个人他有身心状况问题的时候。你怎么了嘛？我有身心状况的问题，我去。那、啊、你我不知道啊。爸，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在法律上，就算你不知道，你也犯了罪。犯什么罪？快点的，给我开上楼。美女，我已经给你开到地方了。有水坑，下雨呢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都给你开到单元门口了，你一步都不懂、啊、我让你给我开上楼，司机同志，我要上楼。美女，我这是车，你快下去吧。我这双鞋是鸿星尔克买的，我排队排了4个小时，比打疫苗排的时间还长。湿了脏了，你是不是赔？你赔不赔？美女，我这是专车，我就负责给你送到你的地点。我要求你开上楼，我怕我的鞋子湿了。那我没办法。你是不是做服务行业的？你服务行业你就得达到我的满意。我现在对你十分不满意。美女，我跟你说，你我这全程都录像，你这样无理取闹的，你说谁无理取闹？你什么态度你？你说谁无理取闹？我投诉你，你叫什么名？你说。哎
投吧投吧，我还投诉你呢，我报警。我你投你报什么警？你凭什么报警？你我就报警。你我这好不下雨天活好，你看你在这车上磨叽一小时了，你不开上楼我不走，开上楼那你跟我回家吧。耍流氓啊你，你耍流氓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到底在看什么呀？没见过女人吗？不是，您在跟我说话吗？对呀，车上就我们两个人，我能跟谁说话？你老是偷偷的盯着我看干嘛呀？不是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有车吗？您开过车吗？我有没有车关你什么事啊？再说了，这车是你的吗？还不是你租的。美女，我的意思不是在跟你炫耀我有车，我的意思是您开过车，您有驾照吗？您要有驾照的话，你就知道我是在看倒车镜，不是在偷看你。倒车镜？那你那边也有一个倒车镜，为什么要看我这边这个呢？分明就是在找借口。你不要觉得我长得漂亮你就老是偷看我好吧。那你要是这样想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坐在后排呢？哼，现在的网约车司机怎么就这个样子啊？我坐在后排就能保证你不偷看我了吗？只要你有那偷看的心，我坐哪里不都一样吗？我真的是在看倒车镜，再说了你都戴上口罩，我能看到啥吗？哼，终于承认了吧，你就是在偷看我。我真的没有偷看你，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这样看不到了吧？但是这样能开车吗？脑子有问题吧？算了，我不坐你车了。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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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女，我下次建议你啊，坐车的时候坐在后备箱，这样的话就不怕被偷看了，好吧？我想坐哪里就坐哪里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这辈子也就只有偷看的命了。行行行行行。有没有苹果充电器啊？啊，有啊。拿过来，我充一下电。啊，这个就是。是不是原装的呀？啊，是的。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啊？是不是哦？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充坏了，我找你的事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充电器充电怎么那么慢呢？是不是原装的呀？确实是原装的。哎，我的充电好快的，你这怎么充那么慢？是不是冒牌货哟？是这个门口对吧？对。哎，美女，等一下。干嘛？你要请我吃饭啊？啊，不是，你那个充电器是我的呀。充电器是你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写你的名字了吗？哎，那刚刚你充电拿的吗？充电拿的，这还不是平台给你们配的。平台没有充电器配的，你怎么会有充电器配的？这个平台配给你们的呀。没有，你可以打电话问客服，那是我个人买的。哎、我听不明白，你一个大男人就那么小气的，为了一个充电器还要，我都下车了还叫我。不是，因为等一下有乘客要充电的话就没有了，今天你知道吗？你那男的也太小气了，给你拿一个破充电器，反正得收收收收。哎，你好，网约车的，我到了。你到了？你到哪儿了？我看看，我看一下。定位这块儿。哎，不是，我还说嘞，你刚才你从我面前直接就开过去了，你不看见人吗？我在你后面呢。在我后边呢。啥事儿都没看见。你没我没看见呢？那你走过来啊，多远呢？在我后边呢。你看看，你好好看看来，你从我面前开过去的。哎，这没几十米道，你走过来吧。你倒过来得了呗。这能倒车吗？搁这道上我还得上前面挑头，再一个我上你定位这接你也没啥毛病啊。行行行行行，我上了啊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系好安全带啊。真的是啊，你们现在开车都不看脸道边人嘛，是吧？道边的人这么多我也没看清啊。我跟你摆手了呀，那么明显，我这一条红这么明显。天，真是的，你不行，眼神不好，戴个眼镜好吧？你配个墨镜啊！哎，不是你开这么快要干嘛呀？你慢点啊！你干嘛啊？开这么快想干嘛呀？活着也没啥意思。不是，师傅，咱。有啥事儿好好说行吧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你干嘛啊？你慢点、啊！哎呦，前面就是过黄浦江的南浦大桥了，你给家人里边人打个电话交代交代事儿吧。不是、啊、师傅，咱不至于吧？我也没说什么呀，你干嘛呀？至于吗？这么小气的？你慢点啊！哎，这一天干这点活，就还得受你们气。
你生什么气？我这没啥意思。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你好好点嘛。干嘛？你慢点！哎呦，你慢一点，师傅。反正有你们陪着也值了。不是，你我也没有钱，咱俩一起。咱俩啥事好好说行吗？干嘛呀？这一个月，这家伙挣不多少钱，想吃啥都吃不起，干着活还受气。不是，师傅，咱有啥事好好说呀？你想吃啥我请你吃，好吧？这我还没活够呢，你就要带我一起下呀？想吃点羊肉串。这好俩月了都买不起，一天干活还得受你们气。不是，走，咱俩就去，现在就找一份吃，咱俩都要喝点。喝酒不？喝点好的啤酒。喝，白酒不行吗？白酒，白酒太辣不行。啤酒、黄酒，不行，来点红的。你想喝啥？吱声，咱现在就去。你找地方？现在就去。去，走。